一个金鱼缸，四面都是玻璃，从一面看过去，鱼和鱼头在碰头，其实只有一条鱼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这个鱼跟那条鱼两个嘴在碰头；从另一面看过去，只有一条鱼。其实我们人生就是看社会的角度不同，才会产生。所以你在人间看问题会有两种不同的概念，例如你恨一个人，你只看到他坏的和恶的一面；如果你能想到他也对过你好，也帮助过你可怜的一面，你就是较全面的在看人。同样的人间的人，又像一只蚂蚁在墙上，总想着我要往上爬呀爬呀，以为自己已经爬了很高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我还要爬上去。在人的世界里，人也是这样，总以为自己做了什么，别人看不见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拼命的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，拼命的往上爬呀爬呀，阴事阳事他都做，就犹如一个小孩子看见蚂蚁在往墙上爬，就捏着蚂蚁下来，蚂蚁所有的努力都扑灭了。所以，这个典故就是告诉所有学佛的人，心态要好，随缘是人生最好的选择。修心就是要改命啊，修正自己不好的心，觉悟是从心开始的，修心就是要开悟。众生不觉悟，当然心里会很苦啊。所以叫你们要想得通，万事皆空啊，就是觉悟。觉悟之人才能解脱，心灵解脱，那就是正等正觉。告诉大家一个过去真的事情，有一次打仗，部队打到后来就剩一个人了，他在往山上逃，追兵在后面，一个小山洞，这个人，这个当兵的没有办法，就爬进去了，躲起来。这个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很大的蜘蛛爬过来，这个士兵想想有恻隐之心，我自己已经落得这个境地，我就不要把这个蜘蛛打死吧。没想到这个蜘蛛慢慢的爬呀爬呀爬呀，爬到洞口，一会儿它张开了一个大蜘蛛网，等到一大队追兵追到洞口的时候，刚要进去，一看那个蜘蛛网，那个当官的说：“里边一定没人的，蜘蛛网都这么大。好了，走吧。”结果就是一念善救了他的一条命。所以，希望我们在人间要常思善呐，莫思恶呀。